谢谢所有的十号队员们，最后一场的假日，那么因为天气的因素，所以呢，我们今天的烟火呢，必须来暂停来释放，暂停来释放，因为感谢我们现场的十号队员们，虽然是已经没有办法达成季后赛了，但是各位今天内野还是满场的情况下。 我们一起把接下来的季赛完成，我们明年继续努力来加油，好不好？后天还有一场比赛，最后的一场主场，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，也希望现场的十号队们继续来到桃园球场来为我们桃园男儿来加油。我们所有的团队、所有的球员们都会继续的来努力，来向明年。 来努力来挑战，感谢所有的十号队友们，今天大家都辛苦了，给自己还有我们辛苦的工作人员们一个最热情的掌声好吗？谢谢所有的十号队友们，虽然我们今年没有办法完成3连霸，但是呢，如同伯龙所说的，我们明年继续再来完成，也期许所有的新人。 所有的球员们，继续的好像伯龙这么厉害，让我们骄傲的说，我们是拉米狗桃园队。非常感谢所有的十号队友们，我们后天再见喽！谢谢大家，谢谢。